一半是他的，一半是你的。哦，应该如鱼炖煮。你们可以一个跳开双人，好，哎，一个一个，好的，还是个人叫个人。欢迎再一次。子君呢？你们十一点到，在家都等呢。今天我三点到，今天是庄严20岁生日，我们今天在远东宝庆的 Skylark 加州洋食风馆替他庆生。Just do what you enjoy. You're the best. You know, have faith. Yes. Trust what you can do. Yes. Trust your talents. Yes. Trust your ability. Yes. And just go forward.Note to you. Yes. I hope you enjoy it. 对啊，爸爸写的蛮感动，我看了都想哭。好啦，那庄严的生日，然后觉得说很可惜，他已经是24岁了，然后而且我们家的哥哥还蛮有经验的，真的很感激我们家人能够为他庆祝年秋生，真的祝福他在24岁这一年，真的可以蛮有智慧，然后更加的成熟。我的照片呐、啊。再次来，这个餐厅很赞，厅很赞，很赞。哦，你很第一次一起耍太够了哦。哈哈哈！啊？五字？啊？五字？啊？五字？请给引导你讲你几多，你几边啊？Mission complete.